开局我就是战神吕布，手里还拿着方天画戟。别看我一脸凶恶的样子，其实伤害一看几乎为零，但可以通过打怪获得的真气来给他升级。哎，这回你再看，三两下就能打倒一个小怪。但如果遇到强劲的对手，打不过怎么办？也不要着急，我们可以边打边给他提升攻击力。在打倒对手之后，还能领到金币奖励。这里直接点击召唤，就能获得几十件武器装备，然后给主角挑选件其中最好的装备上。现在再来打这些对手，根本不费吹灰之力。随着闯关次数的增多，奖励也会变得丰富。这里还可以给主角装备技能和装备宠物。现在我只要站着不动，小怪都无法靠近我，直接走图就行，简直就是无敌般的存在了。